招待回教徒来宾，偏偏竟然这样点菜。大陆朋友来台湾的话，我们通常都尽量喜欢吃台湾的这个料，重点是他是回教徒的。啊，里面有什么烤猪肝？台湾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烤猪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很好吃。对，他回教徒，那烤猪肝，你是想被杀还是怎样？对，我就快被宣战了。哦，这段不能吃吗？